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方舟焦土大陆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抓飞天螳螂啊。那我们这个抓飞天螳螂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妥定了。那我们的那个驯服的饲料也有两颗啊。都上一集呢，杀了那个杀虫掉的那个啊，掉的那个驯服的材料啊。哦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要驯服它，一定要用喂食的方式，没有办法将它击晕。哦，那将它击晕的话，基本上应该丢食物上去，它是不会克的啊。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呢，我们要设法靠近飞天螳螂，然后呢，用喂食的方式喂它，把这个我们驯服的这个材料呢放在这个地方，放在零件，对着它按一，基本上都可以吃啊，它都会吃。哦，那他们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啊，如果你靠近大概5至10步的距离被他看见的话呢，抱歉，他就直接扑过来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靠近他必须要用一种方法，就是制作驱虫剂啊。那这制作驱虫剂呢，他需要的材料呢是6个毛皮、2个麻醉药、4个柠檬、4个胡萝卜。那基本上呢，胡萝卜跟柠檬呢，我之前用了一点时间。花了一点时间种出来了啊，那这些材料呢，一定是相当够的啊。哦，一罐的话，一罐杀虫剂也不是杀虫剂，一罐驱虫剂，喷在身上的话，基本上有点炎热，喝一下水，基本上大概有300秒的时间，所以说时间是很充裕的啊。那在这个300秒的时间之内，靠近那个螳螂呢，就可以喂食，然后就可以驯服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去喂它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赶快把驱虫剂做出来啊。需要柠檬嘛？其实两罐的话就8个嘛。对，那这样子应该是够的。那我们有这些柠檬跟胡萝卜，再来就是麻醉药2罐绝对有，再来是毛皮。毛皮的话呢，这边有100多个，之前打到的，我也忘记是打谁了，就莫名其妙有，我就放在仓库囤一下这样子。好，毛皮有了，柠檬这个，再来是好麻醉药。好，我们可以做2罐驱虫剂，2罐应该绰绰有余吧？我想，好，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啦。好，做了这个驱虫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抓我们的螳螂了。那我们挑的对象应该基本上最好是30级以内的啊。我看到有很多兄弟们说30级以内的一个就可以抓到了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可是我看维特，不是维特，我看维基百科那边 ARK 的，它上面写。用那个脚，如果是用预设值驯服度的话，可能还至少要10几20个哎、欸，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假的啊？哦、我怀疑你们每次都糊弄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种被糊弄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菜刀丢掉。哦，所以说我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抓15等以下的螳螂比较好吧，不然的话2颗就这样子没了，要找谁算账啊？啊，又到底要找谁算账啊？啊，找你们也不是，你们也就只是丢了一句话，也不用负责任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感觉我再去抓之前先存个档好了。啊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那个材料抓到没办法驯服，我就哭给你们看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啊，你们都这样子，随便讲讲的，可信度不知道高不高啊？到时候就莫名其妙东西不见了，我看我还是备份好了。不是不相信你们啊，是因为我被骗过很多次了啊。还有人说什么交配的时候把那些生物负重就不会乱跑了，结果我把他们全部弄负重，然后按开启巡逻，它上面显示负重期间无法交配啊。是哪个王八蛋跟我讲说负重就可以交配的，让他们不会乱跑啊？给我抓出来弹鸡鸡100下啊！没有亲眼自己试过，然后就在那边乱画蛇添足啊，很会，每个都是导演，超猛的啊，受不了。好啦，我已经备份完毕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地方就是找螳螂。驱虫剂我是带出来了吗？有带出来了，驱虫剂带出来了。好，先不要放热键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按到。好，我们基本上就是直接先带那个阿根廷巨鹰就直接出发了。阿根廷巨鹰。巨鹰哥，你跑去哪了？好，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前往沙漠地带。好，刚刚稍微在附近乱晃，有看到暴龙啊！我们家附近居然产暴龙，超恐怖的。
有机会来抓一下好了。好，不过不是现在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找的是螳螂哥。好，螳螂哥呢，隶属沙漠地带比较多只吧？我想一下啊，这边，好，刚才这边看到暴龙了，暴龙不知道还活着，应该也活着吧？哦，有在那边还活着。好，恐怖的恐怖的暴龙哥哥。啊，还有古马路。OK， 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先赶快找到再说吧。遗迹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有吧。之前我们去无聊逛遗迹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些螳螂在外面乱窜，啊，然后超恐怖的这样子。在哪边？好，我们要来到阿拉丁的故乡了。呵呵，哪里啊？都是蟒蛇哎、欸。看来这种螳螂可能要飞很远的地方吧，我看一下地图啊。这种荒芜大沙漠，奇怪，之前明明就很多啊，怎么现在都没有了？跑去哪了？啊，看到了，44级，12级，我们抓那只12级的好了。好，为了不被发现呢，为了不被发现，那边有只12级的。我们刻一罐杀虫剂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应该是不会被发现吧？我们现在身上被喷杀虫剂大概600秒啦，我算错了，原来有600秒的时间。好，我们身上有这个脚，我们慢慢的往前进，应该是不会被他看见吧？我这么的安详啊，我们这的我这么的体悟心灵祥和，然后他好像往这边走过来了，哦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哦，我们只要从他后面偷偷的拿那个尖尖的这个饲料往他肛门塞下去，啊，他就爽翻了，然后觉得说哇，好舒服哦，我以后要臣服于你，啊，没事啦，不要乱想啊，奉侍我而已啊，啊，啊，他喜欢这一位的这样子，啊，完了，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好哎、欸，我很想直接冲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又觉得直接冲过去。马上被旁边那一只遇到啊！我也是 GG。哎、欸，他们现在两只这么靠近，搞什么？我只想抓这只12级的、啊，那只77就算了吧。到时候这还可以公母交配，我们找一只公的，再找一只母的。好，有了，他们分开了，应该是不会遇到我，应该是不会再相遇了。快点啊！你不要再动了，你不要再移动了。就是这样，非常好。啊，他应该是对我无感的，因为我现在都是那种驱虫剂的味道，他应该是闻不到我人类的味道啊。啊，到时候再挑一只母的，我们可以无限繁殖，我们就有很多螳螂了，你放心。我们可以无限的繁殖，哎、欸，他好像完全对我没有任何的反应耶。啊，我们抓到就把他带回家。我们那只老鹰应该没事吧？我想，我看看他还真的长。Hey man， 好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哎、欸，不要凶凶，不要凶凶，哦，就是你了，过来，有了，别这样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我还没有按到一，救命啊！阿根廷军。哎！啊！一呆！我虽然血有600滴，但是我还是敌不过你啊，大哥。你还要那？没关系，我可以把它拖远一点。我刚明明不是遇到……哎呀呀！死不了，还可以，我 hold 得住。啊，没有体力了，趁现在上去。哎，干什么啊？小坏蛋！啊，他好像不想追我了。冲啊！我这次有点不耐烦了，我要打算用这种冲刺的方式去找他。No！ 我靠，有点痛，大哥，快补！哎，血太少也是个错啊！480几滴这只。等一下，赶快补一下血。
哎、欸，你为什么矛头直接指向我这一只啊？哎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大哥。奇怪，怎么这么的不顺利啊？也太不顺利了吧！我的天啊，也太不顺利了吧！好，放在这里，希望不要有事。哎、欸，要是他死了，我真的也就完蛋了、啊，被困在这个沙漠、欸。他死了，我也完全被困在这个沙漠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刚明明就可以按得到他哦，完了，他往那边走，感觉有点不太妙。应该是有办法喂。他现在是完全看不见我，我有隐形技能，我有隐形技能呢、啊。快点啊、哦，剩下300秒。哎哎哎 ，Yes！Nice play！ 啊，可是我忘记做你的安乐、欸，抱歉。怎么办？我有办法把你带回去吗？来，跟着我走。先把它带回去啊，我们等一下再找一只母的。哇，好猛哦、喔，超猛的！哇，不行，不行，尴尬了。我要怎么把你带回去啊？好远哦、喔，天啊！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阿根廷军啊，不是阿根廷，我们现在把这一只啊螳螂哥给带回来了。哦、啊，真的是路有点远啊，我们赶快做一下这个螳螂鞍。哦、啊，我们看一下做一下这螳螂的鞍啊，是哪一个啊？我是没有学啊，还是我自己本身有做，还是没学？我看一下、啊。我们终于把一只螳螂带回家了，这样子。螳螂的鞍是这一个啊，好、啊、看到了。他应该没有意外，应该也是工作台才能做啊。啊，在哪里？对，在这里。哇，可以马上上欸，不错，太好了，我们刚好材料充足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骑着这一只到处去晃一下，然后顺便呢给你们看一下他的特殊功能啊。他有特殊能力，你知道吗？超酷的。哦，可是在这之前呢，我觉得我身上应该是蛮重的啊，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放进去，避免这个重量啊。好，就身上、这个脂肪超重的啊，应该是可以的吧？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上来了！哇，这是超螳螂哎、欸！喝一下水，装一下水。啊，这右键呢是这样飞扑的方式啊，你看我早就是开刀，哇，攻击速度一流。好不好？不是我要讲，这攻击速度一流啦，攻击速度一流，扑击有没有？马上死一只，瞄准好目标，马上死一只。刚什么东西飞过去啊？是我错觉吗？刚刚那什么东西飞过去死掉啊？欸，不过这螳螂不能跳，有点可惜、欸。好，升级，我先点它移动速度好了。然后那边一只四级龙，哇，跳太高，抓准距离。有中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哇想跑，哇没体力了，有点弱。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好玩的东西在哪，它可以装这个啊。你看，手上拿镐子有没有？还可以帮忙采矿。其实这只螳螂在这个焦土大地里面算是一个万用型的工具人啊。你看，它只要有用这个，它就可以抓。哦，它不管是配什么工具呢，它就会对应到你原本就是一般原始人拿的工具去对应，然后去打击这样子。啊、哦，如果是一般的话呢，像是拿那种镰刀，就是变割这个纤维。重点是很扯是什么？它可以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呢还可以拿皮鞭。我抓我抓，拿皮鞭不知道干嘛就对了啦。啊、哦，基本上不知道拿皮鞭干嘛，鞭它吗？鞭死你！我编，我编，编，编啊，有点 SN 的感觉啊，超级 SN 啊，然后鞭子被我玩坏了，可惜了。然后呢，他拿长矛的话，攻击力大增啊。还有想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星爆气流斩没有啦，随便讲的。好、啊，我们找那种比较不会攻击开刀。你看那边就有一只啊，半血的啊，我们去欺负他一下啊。可是我肚子饿嘞、欸。啊，我没有肉了，不管了，先杀！啊，嗯、啊，
一下就解决了，我超强啊！可以配这个，到时候如果把它配双刀的话，其实也蛮猛的，只是我还没学而已，超酷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先回去了，弄一下肉之类的。好，我们到时候这有分公母嘛，我们可以把它交配，我们再生多一点螳螂哥，四块肉了，放这里。好，暂时先这样填饱一下肚子啊。我们螳螂哥也不遑多让，赶快去打。哎，啊，为什么这个脚少一块了？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啊，我的脚嘞！我刚刚是不是按太快，然后这个就喂掉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的脚嘞！啊，不是两块吗？啊，哪会没去啊？哎、欸，你这螳螂是把我的脚给吃掉了、啊，你这贱人！别这样子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算了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抓。不然我现在还有很多啊。我现在还有很多食巨人啊，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去囤就好了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物理啊，物理啊，物理啊，赢得了，赢得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完了，没体力了。完了，不要弹着玩，弹着玩爽的。哎、欸，别这样子，有话好说。赢了，驼了驼了，不要让螳螂要晕倒了。哎、欸，跑屁啊！跑屁跑哦！哎、欸，你是我的猎物啊！螳螂要没力气了，然后要晚上了。没关系，等我体力回满你就死定了。冲啊！巨蜥别走！巨蜥不要走！我等一下要把这个长矛换武器，拿刀子好了，拿刀攻击应该更高。等一下我们学一下那个刀片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就是你！哎哎哎，西赫 ，yes。好，拿一下肉好了，不然的话我怕我饿死。来，给你，交换一下。我靠，哎、欸，可是给他的话，感觉好容易坏掉哦，感觉很容易坏掉。你看，晋级的巨人开始了，就这样子就要拿两把刀，有点猛啊。第一次看过螳螂会拿武器的，有没有？太凶狠了，太凶狠了。他在水中会游很快吗？好像是个旱鸭子啊，在水中并没有这么快的样子啊。哎，水龙兽拿命来！哎，有了，感觉他一下就没体力了，耐力只有198啊，好难过、哦。要训练这种螳螂，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耐心，它才会变强。欲速则不达，到时候我可能要自己私底下练这一只，不然的话没办法。我挥，我抓，我抓，哇，没体力了，只好在水中飘。可怜的螳螂哥，我们可以杀这个拿经验值吗？啊，欸，攻击好高哦，可见攻击还蛮惊人的啊。好，这边有一只驼峰兽，来砍一砍拿经验值好了，反正你都卡住了，我救你。别走啊，哇，有点痛欸。升级了，耐力至少点个500吧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啊！我们的螳螂哥呢可以拿火把，呵呵啊！那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一个订阅，右下角一个喜欢，或在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